希望你们将来那个期末的那个 app 部分的话，需要把这个图示变更一下。那至于这个图要怎么变更呢？待会跟各位说明。其实也看起来好像有点难度了，但实际上，就几个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OK，我会把那个步骤也是完整的放在那个云端这个讲义上面。所以你就按照这个步骤了哈，反正一步一步一个一步把它完成了。基本上要做出像这样的小说图改变的话，应该也不是什么太大问题。但是其实做出来，我觉得哈，至少你的 app 感觉质感又会向上提升了。OK 哈，只是说呢，你要把这个图给做出来哇，真的是有一点点难度了哈。当然我觉得不过哈，当然就是。尽量力求让它这个图变得比较漂亮啊。至于要怎么做哦，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步哈。那我们需要做的第一步就是说，原来我们的这个版本 jQuery 的版本是1.0的版本，那必须把它改成1.45的版本。那怎么让它升级啊？其实呢，只要把原来1.0的那个程式位置把它改成这，就是把这四行改成这三行就可以了。OK，那只是说你要找一下大概的行数如果你没有变动的话，应该会是在第六行到第九行，把它改成什么呢？改成这三行就 OK 了。那改的方式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不过可能先预告一下，因为我们原来的版本是1.0的。那我们之前在做那个布景主题的布景的颜色部分我们用的版本是用1.0的版。如果你升级成1.45的话，那你可能那个布景的部分呢，可能要重画哦，有没有？还记得那个布景吧？布景的部分的话，我们是上个礼拜其实也有讲到在这个2.0.6里面的那个布景颜色，把它变更了那个布景的部分呢，我们有讲过那个叫这个布景颜色。那你会发现呢，我们的 version 版本部分呢版本预设有没有？你会发现我们是用这个有没有 jQuery Mobile 的 版本是1.01的版本。可是问题如果你用的是1.45的话可能你要把它改成1.45，不然的话呢他们不同版本会有不相容的问题，也就如果你把它改了，本来有颜色你把它改完之后变没有颜色了，那变怎么样？你要再重新再下载1.45的这个版本才有办法，这个可能要注意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是我有把它改成就是1.0的版本但是我把刚刚的那四行哪四行？第六到第九，大概就是这个了第六到第九这个范围，那其实刚好就在哪里？刚好就在这个斜线 head 的上方，然后斜线那个这个 title 的那个下方，所以这个范围，程式它你第一步你可以把它 delete 掉，这个范围实际上指的就是 jQuery 的版本是1.0的版本，然后把它 delete 掉。二的话呢，请你把它新的版本更新，那新的版本在这个地方第四个单元把这三行怎么样？直接复制贴上就可以了，贴到这上面，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已经做完了更新。那更新完之后呢，我们来跑一下。不过你会发现我把这个更新其实没做什么事，只是把版本更新的话，那你们可以看一下它会有一些的问题发。哎，你会发现感觉这个版面好像长得又不一样，有没有？因为不同版本它的那个这个整个布景的效果其实还是有不同的这个差异那另外还有一点上面的图都不见了，所以将来如果说你要比较精确的啦，其实在这个即时看有时候不准，为什么1.45在这个上面有些效果好像会跟最后看到在手机里面看到不一样，所以比较精确我是建议你干脆直接在哪里？开启呢，在浏览器中开，我觉得会比较准一点，有没有？你会发现在那个预览的地方有没有？你这个即时地方长这样子，把它拉过来一点点好了，感觉好像就是有些图不见了嘛
可是哦，如果你今天在浏览器上看的话，你会发现哦，好像这个箭头还在，这些其实都还在哦。OK， 那以哪一个为准哦？特别是哦，要以浏览器为准哦。也就是如果你更新之后哦，你这上面的这个版本哦，它会还是旧的，就是说它变不相容的啦哈。所以哦，如果你用升级成 1.45 之后，如果你要预览的话，我比较建议啦哈，你就开浏览器来预览，会比较准一点点。OK 哈，这第一个。啊，第二个的话呢，我们再来哦，底下这些小说图，所以布景好像还在。不过啦，我是建议啊，如果比较理想的状态哦，就是说呢，你可能还是怎么样，再把 Scene Rover 这个地方重新用 1.45 重做一遍，把它怎么样，改个 1.45 的版本再放进来，可能会更好哦。因为如果你用 1.01 的版本哦，看起来好像有相容啦，可是不确定说将来会不会出问题，所以建议怎么样，布景哈，可以把它更新啊。目前看起来好像布景都还在，点下去看一下，有，好，颜色都还在。OK， 底下我刚刚之前做的好像都在，那所以暂时也许我们就先用原来的好了哈，这个比较不是那么紧急。那我们需要做的第二步就是说，如何把这上面的四个图呢？把它做变更，好，所以请各位先做第一件事哦，做什么呢？先把这个 1.0 的这个版本啊，把它做更新。它更新的范围啊，特别注意哦，主要是在这个第六到第九行，好，这个范围，然后把它贴上哪里呢？我们云端上面的这个第四个单元的讲义，就是这个地方啊，请更新为这个。JQuery Mobile 的 1.45 这个把它贴上就可以了。那注意哦，预览的结果哦，就不能用那个即时的，必须用浏览器哦，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哦。OK， 不然的话你看到可能结果会怪怪的哦。OK，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哦。